红油啊，砂锅，八爪鱼，海螺，今天来个澳龙啊，梭子蟹啊，这是带走的梭蟹啊，哥姐们，今天捕捞的鳗子啊，这个叫待产了，放了啊，给我点个双击，回到大自然吧，来继续。皮皮虾啊，都是一小锅。今天还有海胆，大海螺，撸了，一小锅。香肚，来，这个是老抽。下雨了，这边啊，来点这个料酒，下视频开吃，点关注，乐，这是公的，特别的鲜美，这是母的。看好了，因人而异的啊，很多人喜欢吃公的，但我感觉更多人喜欢吃母的啊，这就是母的，高啊，特别过瘾，就我这吃虾速度，老铁怎么样？来，这个你们吃过没有？这个这个也特别鲜美，海虹啊，点个双击了，开喽！有老铁啊问我说，两斤的海螺裤腰有多大呢？来，咱今天给您看一下，老铁啊，短没短？短没短？365度，出来！别！别断啊！断了也出来了啊，看一下啊，裤腰有多大，这个都是啊，今天两斤的裤腰啊，小弟把它搂了，你们看着给个双击，完了，海中汉堡，了解一下啊，这是大扇贝啊，特别嫩，哎呀，过瘾！扇贝特别嫩的，还特别热。哎呀，喜欢一名火神，给我点个双击！小老弟，今天试试一回啊，吃上澳龙了，第一次啊。第一次吃，超白呀，这肉，这好吃，哎呀，这真好吃吧，太过瘾了，哎呀。懂不懂？黄的啊，黄在这里，太过瘾了，妈呀，吓到！过瘾，真牛！每天一小锅，生河乐呵呵啊！我干妈做出来酱。八爪鱼，鲜活的八爪鱼，一小锅啊，哥，两斤大海螺，大鲍鱼，梭子蟹公的，哎呀，
立体心学一下，老铁，香醋啊，香醋可以去腥，放点料酒，来露一手，烧肉啤酒啊，可以去腥，可以提鲜的啤酒，大火收汁，下视频开喽，点个双击不喽。湖南啊，投开开一开，老铁给我点个双击，都是刺啊，都是刺，感觉够拼的啊，感觉够拼，给个双击啊哥。嗯，哎呀，这里面是黄啊，这可以吃的。来了老哥，今天露一个啊，有纹身的海螺，这个海螺2斤哦，估计得有啊8、9、10的年了才长这么大个，让我逮到了。哎，我以为断了呢，大不大？哎呀可惜了，哎呀可惜了，断了。我去，哎呦，苦胆能打，苦胆你看，这苦胆2斤的苦胆，撸了，点个双击给我。太苦了，哥。哎呦喂，太苦了，太苦了，太苦了。啊！天天拍视频，好久老铁没给我双击了。今天辣椒油拼一把，辣椒面，芥末，无非就想要老铁们一个双击，记得给一个，好吧？今天这一锅啊，丰富了。皮皮鸭爷爷，我还不舍得下锅了都。酱油，这不是了啊！来，这个料酒，香醋，再来点老抽，哇，太多了，不知道能不能接呢。我的皮架呢？皮皮鸭爷爷多大？下视频开吃啊！第一次吃，点个关注，要不然你看不到了。哦，超大个皮皮鸭，皮皮鸭爷爷，哦，我也第一次吃哦。哎呀，你看看多大，比我手都大。啊，嗯，过瘾，嗯，
解开双击。不浪费，我要做汤来。